他好像忘了一切讨厌的事情，和那个人的孩子生活一起。只要他过得幸福，我也高兴，所以并不寂寞的关，并不是因为寂寞的关系，而是有一种不安全感。问题出在哪？这阵子他不再弹琴了，我决定，所以我让那孩子继续弹琴。虽然很生疏，但他玩得很开心，是不是也该学钢琴了？是谁啊？这是硬皮书，三四五六七，五六七八八嘞，这有九个吗？还是几个？你要我给你什么？小妹妹，还是这里为什么在下雨？淋着雨的影子，为什么变这样？哎，我来为你撑伞来。怎么了吗？我帮你撑伞啦、啊。为什么？啊，算了，你就继续淋着雨吧，我已经帮你撑伞了，你也不鸟我。剪刀在我身上啊！我到底发现了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这边要先调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嗯，没有。所以还有剧情可以触发就对了，都在三楼。这边变得好有趣的感觉。你看，变数字，变手写数字，真是有趣。东格莱，他发现了，我到底发现什么？我想和那个人讨论一下玛格丽特的病情，但玛格丽特注意到了，我不希望他担心，所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那孩子说已经会弹完整的曲子了，所以拉着我去听。又是能练得好就好了。如果你又拿出来偷看那本日记的话，请记得静静放回我的书柜。得到一本日记，请记得，就算日记明明不是他拿出来的，我该放在哪里？我有日记了吗？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吗？有啊，我该放到哪里？披着毛毯的，他发现了，我该还给谁啊？他只说要放回去，我知道是要放回去啊。但是他点有点多，这书柜有空位，那我就放回去，多了一个巧克力糖，十个也太多了吧？包装纸包着糖果的纸撕下来，是一张撕下来日记。他们为了一个布娃娃而吵架，伊丽莎白摔伤了。我们被迫停止这样的半家家酒游戏。伊丽莎白。出些假的东西，木片。伊丽莎白，我不是。可是如果在 Ending One 的话，就是有两个小孩，然后都想当那个健全的伊丽莎白，是这样子吗？嘿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就稍微看一下地板的书有没有问题，
发现了，哎，好，三楼都没问题了，那应该就只剩下二楼了。妹妹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糖果吗？我可以让你给你糖果。你好挑哦，那你要剪刀吗？啊，不要了，等一下他来追杀我怎么办？给根火柴取暖吧。我到底发现什么了？黄色要阅读吗？不要。阅读过的我就不想再阅读。哎，全在第四个。否。应该是没有什么新剧情了。应该说我还少拿一个木板。难得嘞。难道是在白色区块吗？等一下，这是弗洛伊德。好好好好，没有。这边还会有木板吗？这边也没木板了。其实我刚才从镜子出来，很害怕他要出来捅我。又要玩追逐战，太累了。有人在笑。什么鬼？给我出来！我有剪刀哦。哎呀呀！竟然不出来，那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。现在根本就全视角全开了。没心情吃了。冷得发抖的影子，不需要点了。仔细一看，蜡烛台也是只是个玩具。可是，那你要吃巧克力糖吗？没心情吃了，好吧。那个东西燃烧，是吗？所以我现在是要找东西，都帮这些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尿气啊，可以把它拿去烧吗？虽然说只是有肉的味道。我的房间呢、啊？看起来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就这边没有改变？外面通常来讲应该也会渗透到一点吧，它渗透范围其实还蛮大的，那个记忆的残片。欸，那我就卡住了，又卡住。我看一下我拿到碎片几个，两个，四，六。我还有一个碎片要去哪里拿？喂，冷的发抖的，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拿啦。重点是，我该怎么做嘞？